主人呐，你这要干啥呀？没事，我练习学捕鱼啊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这在这捕鱼啊？啊，你这要捕我呀？这也没有鱼啊，你快跑吧，也不然就没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好跑得快，就练习捕鱼那小子。来，你出来，欺负我兄弟是吧？来，你欺负我一下试试，就我这大牛角，我上去就给你来一下子。我就问你，怕不？啊，大哥，咱俩抓牛的技术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咱把那大牛角的牛给抓了吧？行了，兄弟，省省吧啊。去了怕挨揍，来，狗剩子，吃饭了啊？就这东西啊？这能吃不？我想吃肉，你这东西拿走，我换了，快点的，你让我吃肉，你看我都饿啥样了啊？狗剩子，你看这行不？啊，这玩意儿行啊？哎呀，就是有点费牙，就是好吃啊！哎呀，这就是所谓的撸串啊！你瞅瞅人家，你再瞅瞅我，人家有烤串吃，你瞅瞅我，这个骨头还不让我吃，还让我做运动，你咋这么坑啊？行了，差不多给我吧。我发现，你俩比我还狗呢。吃根骨头还让我做运动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生气了，我上房，我揭瓦，我全揭没他。从哪边开始啊？就从那儿，全给他揭完呢。关注纸鹤爱宠，看更多萌宠视频。